楼。这里就是吊桥，昨晚的吊桥。那边的建筑物荒废了的，因为随时那个台风一来，他们可能会倒，所以他们就荒废了。所以你看，都是被荒废的。然后我们的吊桥，然后我要跑这个上去。我们来到青青草原，我们在青青草原，然后你看风景，这边看得到那个风景。超美的。然后这里很多绵羊。很冷啦，开始有一点冷了。然后我们在等这个，然后这些青青草原，然后海拔好像是三千多这样子，好像应该是高过云顶了。等下我们会去一个地方，我们会经过了，不是去哦，我们会经过一个地方，哦那边会是6度7度吧了，看啊，看等下会多冷啊。现在是有一点冷，然后有绵羊在那边，这里其实还蛮美啊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过去那边去看表演。要跑吗？ Hello， 喂，羊，我们都怕，跑，全部怕我，全部都怕我，我要哭啊！那边很多哎，那边很多。这边也很多。Hello。走！都是吃货，吃货有吃就不理人了。你看他们的垃圾桶，好可爱啊！其他人已经走了，可是我刚才为了要拍一个东西，所以我落伍了。所以我现在正在找他们，我正在走过去表演的地方。羊大便，黄金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走去看表演，10点，现在已经快要10点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走过去，因为其他人有可能会在那边，其他人都很奇怪看着，全部看着我，对着这个东西那边自言自语。这里只有6度啊！我手在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手在整，很冷啊！爸爸，你穿什么？我穿什么？爸爸，你的手会抖了。抖冷啊！这里只有6度，好冷。你看鳄鱼，我们都好冷哦。这里只有6度哦，好冷哦。我们在3275。我们在3275高，我手都在发抖。
人不要被人欺负啊！没必要的嘞。啊！你要干嘛的？我拍一下。来来来来，感谢神给我们那么漂亮的景色，好享受，好喜欢。我们在半路中停了下来。因为我们看到很美的云海，这边云海大好大好大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云的上面，可是没有这样冷，可是就是看到很美的云海。哦，那是啦。我们刚吃完晚餐，然后我们过来这边花莲的一条街，我也不懂是什么街，我们在这边走走逛逛。然后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啦，就是都是卖衣服那些东西咯，然后我跟其他人走失了，去走走咯。